在现在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，居住在交通方便的地区是每个人考虑的首要条件。你有幻想过你过个马路就可以到咖啡店、餐厅或者是超市，步行五分钟可以到天车站，不管你是去机场、温哥华市中心，十几分钟就可以抵达，车子都生灰了你还不去做 tour 比较划算，或是叫你的车子换现金，让你拥有自己的房子不再是梦想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大家来看我最新的楼盘，它是位于列治文最繁华的三号路上面，由知名的建筑公司呢 WT 亮呢所设计。那我相信呢，对列治文熟悉的朋友呢，你看到这个社区呢，应该都不陌生。而整个社区呢，是用五栋呢高楼所组成。我现在在的呢是六楼的两公顷的花园，这绝对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室外花园。那我今天带大家去看的单位呢，就是位于在这个六楼，你不需要搭电梯呢，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花园。好，我知道你们期待很久了，我们去看房吧 ，Let's go。好，欢迎来到单位号611。这间呢，里面的室内空间呢有630尺，在新房里面呢630尺都已经可以到 Junior Two Bedroom。那在一进门右手边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一个非常宽敞的书房，非常适合在家上班的朋友们。Hi, Barton。好，那再往前走呢，这边是一个带有非常大中岛的一个厨房。你在现在新的一房单位呢，很少看到有这么宽敞的厨房。它除了这个中岛以外呢，它全部都是不锈钢电器。带有瓦斯的炉头，还有呢，它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。好，接下来大家看餐厅以及客厅的部分。然后餐厅呢，屋主帮你把灯都装好了，非常的光亮。那在客厅这边呢，有东面跟北面的窗户，都是 floor to ceiling， 超级大，光线非常好。在北边这边呢，你除了有山景以外，最远还可以看到 Oak Ridge 哦。哦，讲了这么久，有点热。啊 ，Ken， 有空调怎么不开呢？看现在多凉快，炎炎夏日，这个单位就最体贴了。你就会突然发现，你的朋友都想来你的家做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想来避暑的。好，这个门出去呢，就是一个带有遮棚的阳台。在这边呢，你看到天车经过的时候呢，你赶紧出去搭车呢，也来得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大家看这个一房的卧室单位。你有看过这个一房的单位，它的宽有12尺长，你的 king size 的床放下去呢，还有一半的空间呢，可以让你放床头柜跟梳妆台。最后呢，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呢这个单位的洗衣房跟浴室。好，这栋大楼的管理费呢，它除了包瓦斯、水费、大楼管理员，还有呢超级棒的五星级设施。那设施里面呢，除了刚带大家看的空中花园、健身房，还有这个75尺长的超大游泳池，以及桑拿房，还有按摩浴缸，所以让你不出门呢，就可以在家享受到这些所有设施。在利息开始下跌的情况呢，这一型的房源呢就特别容易上车。那下面有关于这个房子的资讯以及我们团队的联系方式。我是 K， 如果你是首购族或想要投资列治文的朋友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赶紧约起来看房啦。